这莫非宝利达是本大王出逃听爷就跳板了哟？因为全部都罩不住嘛，这是劳工的东西，你劳工局要讲话对不对？劳工局也不讲话，劳工局是谁？国民党，国民党讲话，国民党也不讲话，明明就是害人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宝利达这 case 就要让我翻身了吗？对不对？你劳工局，你全部的劳工的身体健康你要顾啊，对不对？劳工局是什么？政府的，政府有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废话？全部罩不住，通通罩不住，是不是？